早晨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系姜玲乐，唔好介意我冇着衫，因为依家系凌晨3点钟，我喺屋企发现咗一只萤火虫，原来萤火虫唔着灯都几似曱甴噶，我影俾大家睇。Hi。Hello。要送走佢啦，再见啦，送你走啊，送你走，拜拜，再见。好啦，送走咗只萤火虫啦，希望佢冇事啦，应该冇嘢嘅，佢跌出应该识飞噶啦，希望系咁啦，拜拜。